好吧 ，Gary， 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，给你个惊喜。既然我们来了，而且地勤补给也不多了，我们该……想毁了我们的家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，好像有处气犬马上就要苏醒了。是人类，哼，我曾和他们一样愚昧无知，直到我遇到了伟大的拜射。漫漫，而且地勤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最好的朋友。他们在追我的机器人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成功带回了地勤，气犬很快就要苏醒了，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研究完毕。遭到攻击，你的研究遭到攻击。好了，机器人应该要回家了。我的地勤存量很低，敌人正在从拜舍尔金鸟身上提取地勤，这可是一个考验你们。一定要准备一下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这是一个好机器人，我也回家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你问我需要这么多地勤做什么？感谢你支持我们拯救那只动物的决定 ，Gary。我之前还有点担心。爱心洒满整个战场，他们对我的机械族群超级有用。关键是你好看。研究完毕。你的部队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快看，机器人出发了。要是我把他们升级成超级采集器的话，遭到攻击。敌人明显是想攻击我的机器人。行了吗？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快
太难，即使这次已经经过那么久。有客人朝我们的基地来了，不过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我的机器人回来了，没有我想的那么兄弟，采集地勤很辛苦的。知道我想说什么的，对吧？有更多的气圈要出现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但要是他们又分出了另一只白水耳精鸟。我们救了他，白水耳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，朋友们。升级完毕。我想这些机器人是在跟我说，他们准备变形出击。不过我也可能猜测。抱歉，坏蛋们，拜舍尔今天关门了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我的机器人正在向基地回撤，我们要小心哦。我的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坏蛋们要来了，带我来。遭到攻击。嘿，机器人要跑了，我都会遭到攻击。朝我的机器人靠过去了。遭到攻击，发现敌情，是时候部署更多的爱心了。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
你的部队遭到攻击。你们做得很好，小伙伴们。除了